WTV 给我的这次机会，其次我要感谢所有帮助我还有鼓励我的老师、家人还有朋友，感谢你们所有人，谢谢。谢谢你。那你现在最想对李佳妍说的是什么话呢？我觉得他们一直在我身边默默地为我付出，我没有辜负他们对我的努力，谢谢你们，谢谢妈妈。那我知道这一次比赛之间过程当中你肯定是吃了不少的苦，付出了很多努力，那你今天晚上回到家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我觉得我应该会抱着妈妈痛哭一场。你妈妈今天在场吗？没错，我妈妈是为了我的比赛专门从大连飞过来。我现在心情还是比较激动的，经过一番激烈的角逐，最后获得了亚军的称号。谢谢大家，谢谢 WTV， 感谢我的父母，谢谢。那我们刚刚在现场的时候感受到你的粉丝团非常的热烈，你现在有什么话想跟他们说吗？当然非常感谢我的粉丝团，他们给予了我力量，同时在现场为我加油助阵，谢谢。那你觉得在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最困难的环节是哪一个？我认为最困难的环节是为期六周的训练，因为通过这六周的训练对我们的意志是一个考验，每天训练的时间较长，同时也对身体的耐力也是个考验。不过所有的佳丽们都坚持下来了，我觉得挺好的。好的，非常感谢你，也同时恭喜你获得好的成绩，谢谢。谢谢。我现在心情非常的激动，而且非常非常的开心。我觉得能赢得这个比赛进入前三强已经是最我觉得最满意的了，所以就是现在心情非常激动。我们机器曼小姐她今天晚上还有男朋友在现场给她加油打气，而且她的朋友还是一位 Kiwi 的。我想听一下机器曼小姐，你现在想有什么话想对你男朋友说吗？用英文可以吗？可以。Thank you so much, Liam. You coming to support me, and I'm really thankful that you're here. And thanks for the support that you always wanted to say. So, thank you so much. I wanted her to win, but yeah, it didn't come out that way. But I'm very, very pleased with her result. Third is a massive achievement, and never trained this before. She's never tried it. She just wanted to enter modeling, and thought this would be a great stepping stone. So.So what did you think when she told you she's going to take the competitions? I was against it at first. I didn't really want to, but then I thought it's an amazing opportunity and it's once in a lifetime, so just take it. And she took it and now she's here. So such an amazing result. To like the competitions, actually we do it together with Phoenix Satellite TV in Hong Kong. We actually start to recruit the girl about 3 months ago, train them for about 2 months.And then coming up for the presentation for July show, so that's quite a lot of hard work they have done. 我最大的收获是自信，还有友谊，与十一个姐妹之间的特别好的友谊。那你觉得这个比赛最困难的是什么？这个最困难的就是克服紧张的心理，但是我想我今天做到了。我觉得这个比赛在这一个月的培训里，我们大家都很努力。在走 T 台，表情礼仪包括才艺展示，大家都有很大的努力，包括饮食啊，平时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对毅力的一个锻炼，对自我提高有很大的帮助。那现在比赛已经结束了，已经是松了一口气。你现在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现在最想做的就是吃一顿大餐，真的。最想吃的是什么？这一刻，我最喜欢吃的是火锅，还有西安面条。然后我明天就要回国了，但是回国度假，所以我很激动要见我爸爸妈妈。好的，那你会见到你爸爸妈妈，最想跟他们说的是什么？我已经两年没有见他们了。谢谢，你非常的棒，我们很喜欢你的表演。谢谢。好了，祝贺各位获奖的佳丽。那么同时呢，我们也想对那些在本次活动中没有获奖的佳丽说，有了本次的经历，你们今后的人生道路同样会非常的精彩。好了，感谢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